我们杜护府是希望大家化敌为友，不分种族，维和共存。草原上有任何事情，我们杜护府都有责任相助。弱肉强食，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真理。就凭你们这么一小帮人，就妄想斡旋这草原上的36国。 我们杜护府出事了，今天直接监管我们的太守府军队，在西门外的石窟中搜到了4项一国金币，里面有锦官文牒。谁发的？ 我们都护府，太守令，霍安，连同都护分队私运黄金，明天一早，押他们一队人去雁门关休城。有问题。 敌我未分，千万不能乱动。渡河未半，一骑中流，雁门关兄弟，放箭！不可能！ 15天可以把城盖好，15天大石头都开不了几块，还得运上城楼。15天啊，可能吗？ 哎，兄弟，停！Good, go， 好，退。Hey, much easier. Everything's on schedule. 我们会再见的。